谢 PA 大哥，也谢谢现在在台下在听我们唱歌的人。我们是赫斯乐团，然后是来自新竹。那昨天是有在那个海滨公园有表演过一场梦想野孩，梦想野孩子，梦想野孩音乐季。那我旁边的是 keyboard 手，他叫玉君。Hello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小易，他是吉他手。然后我右手边的是 bass 手恩德。然后最右手边的是我们的鼓手兼团长，他是冠宇。嗨，冠宇。今天天气真的很热，所以还是真的非常谢谢工作人员，谢谢。那我们带来第一首歌《Breakaway》。
接下来第二首是《无尽的路口》，那这首歌是由我们的团长做的，那由他来说一下这首歌的缘由一下。Hello， 嗨，哦，今天真的非常热，还是谢谢大家来听我们的表演。然后虽然这个故事讲过很多遍，但是我还是要再讲一遍，有可能还很多人还没听过。就是这首歌的话，就是在大概在一两年前左右，我有点忘记确切时间。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说，人生有点茫然，然后不知道做什么，不知道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人生就会有点无力的感觉，然后就写下这首歌。然后这首歌是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可能你每天都会经过同一个路，或者走同一条路，可能要去上班或者上学。然后在你很正常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这些路你不会去注意到它，可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就可能会想很多，就觉得说为什么每天都一直在走同样的路，而且这些路永远都走不完。然后可是我们这首歌是虽然有点悲伤有点茫然，可是要勉励大家，就是说就算这些路再怎么走不完或者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还是要坚持下去，要继续走下去，要带着希望继续走，因为这些路是永远都走不完的。谢谢。对，谢谢冠宇。那带来这一首《无尽的路口》。
然后刚刚那首《无尽的路口》，就是大家有觉得很好听呢？很好听。对，就是它是我们第一次表演的歌曲。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几月的时候啊？上个月吧。对，然后我们在台北有一个乐器大展，在世贸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表演，这样就表演《无尽的路口》。对，所以我们算是一个很出手的团，然后就大家请见谅这样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音乐做好，谢谢大家。对对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，然后我要讲什么？对，然后那个在冠川位的朋友可以来看这边哦，我们是赫兹乐团，从新竹来的，大家好。对，从新竹来的。然后大家可以来这边坐坐，然后可以听听我们的表演。然后那个右前方，我们的右前方，你们的左前方有一个打赏箱，就如果大家就是不小心口袋有点零钱的话，就可以放进去。不用客气。对对对，不用客气这样。然后就是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，这边真的很漂亮。然后那边有人在做木工啊，然后这边有人摆摊，就大家多支持台东这样。然后对，现在叫台东风和日丽，就是非常好旅游休闲的地方跟日子。好，我讲完了，所以爱台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那接下来下一首歌，也是抒情曲啊，叫做《Still Missing》。不想而不愁。
来带来我们第四首歌。再介绍一次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赫斯乐团，英文名字叫 Hertz， H-E-R-T-Z， H-E-R-T-Z， 对，然后我们来自新竹，我们昨天开车从台北下来，然后开了10个小时，所以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，真的可以坐下来听一下，免得我们白跑一趟台东。对，然后让大家展现一下台东人的热情，谢谢大家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表演完就环岛回去了，对，会走南回回去。对对对，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点打赏，然后我们回去买零食吃。对。然后我们是新竹乐团，然后我们的歌呢，就是刚刚听到的每一首都是我们自己的创作，对。然后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粉丝专页，就是也是查 H E R T Z 赫斯，就可以查到我们。然后上面有就是录音版的歌曲，然后也有我们一些动态这样子，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粉专按赞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如果不介意就可以来做，不用站着看，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来来来。就那边都有椅子，对，可以吃个小饼干，听音乐。好，给你。好，那接下来下一首是叫做《Joker》，是比较嗨的歌。Alright, do you never want to take it out from fucking life?
可以去赫兹乐团的粉专按赞 HERTZ 赫兹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。最后一首歌是。最后一首歌。这首歌是呢，我们非常喜欢的乐团叫轻松玩乐团，然后它有首歌叫忘了，那我们今天要来 cover 这首歌，那就是因为它是女主唱，所以这首歌由我来唱这样，然后子乔就帮我弹。好，我们有时间吗？好，那就带来这首轻松玩的忘了。Thank you.
是赫斯乐团。我是赫斯乐团。然后，那你再帮我们介绍一次大家好了吧。我们是来自新竹的赫斯乐团。刚刚以上的鼓手已经表演完毕。然后我再介绍一下团员。对，我是主唱 Joe，J O E。Joe。哦。然后我旁边的是 keyboard 手玉君兼合音。Yeah. 然后左手方就是吉他手小易。小易。他呢现在在那个新竹那边教那个教吉他，所以是当吉他老师。小易老师。对，小易老师。然后我右手边就是恩德，他是贝斯手。恩德。对，他是玉君的学长。然后最右手边的是我们的鼓手兼团长，他是冠宇。冠宇。他的作曲能力都非常的好，所以以上这几首歌都是大多啦，都是他在做的。除了最后一首是 cover 歌，除了最后一首 cover 歌不是他，最后一首不是我的。不要乱邀功的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，那下一团还有更精彩的，对，所以大家拭目以待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谢谢赫兹乐团，然后在这个椅子这边有一个赞美箱，如果大家喜欢他们的演出的话，可以不计任何形式给他们赞美，可能可以写一张卡片，都已经有人下去那个。好，那这个节目呢叫做粉风小乐台，主要是下礼拜六的时候，我们九华村会办一个全国的粉风乐团比赛，是全国的大比赛。那也会有很多乐团来到这个地方来，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的演出，下礼拜六会有更大场的表演。那重点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这么年轻的那个乐团，他们都很努力的在台湾各个地方然后创作音乐，是特地大老远跑到台东来这边表演。那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场会在稍微晚一点7点多的时候呢会开始。那跟大家说一下，那后方呢有二手市集，如果大家还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晃一晃，谢谢大家。